请来祝福大家平安。哈利路亚。因为上帝的疼痛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化作过去咱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。我咱这一礼拜内面，我相信拢有经历真多，因为你所准备的一切，不论是顺境逆境，拢有上帝甲你同在。因为伊玛内利的上帝要亲自应允，不论你拄到什么款的艰苦，你有一个通确定的，就是主甲你同在。不论风景，什么风景，风波偌大，主也甲你同在。哈利路亚！来甲你边仔的兄弟姊妹，甲伊请安，甲伊讲万里平安。万里平安。这句话啊，咱常常。咱基督徒聚会的时阵，咱都会互相在提醒，唔通袂记起，无论拄着什么代志，平安上要紧，平安上要紧。最近这一个月内面，有所谓身躯边有可能一寡朋友感冒最严重，也是甚至有发生车祸的，也是有拄着心内艰苦事的，搁只我甲伊讲，你有平安无？有平安。失去了一寡即个钱财资本，也是暂时的代志过去了后，就拢要马上就补足回来，唔通因小失大，小小块一件代志，就互你失去，安尼就互你咧过两天无欢喜，安尼过两天无平安，安尼因为细项的一件小小的事来放大，啊，互你过两天安尼失去更加济，安尼唔做无彩嘛。所以平安是上重要的。无论拄到什么款的事情的时阵，你得马上祈祷，你得有平安。阿弥，我是相信咱在座，咱目前遐个姊妹，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你都捌经历着、经历，也是捌拄到，互家己安尼足艰苦、伤心的日子，也是心足命的经验哦，应该拢有吧？一定拢有。咱人拢免不了，有可能点菜，现在就是咱的中间，有人在承受生活的中间所拄到的困难艰苦，无拄到。嘛可能点菜，现在在咱的中间，有人的生命经历着一种讲袂出嘴的艰苦。啊，毋过因为着面子的问题，伊还佫伊还有一句话，伊讲强颜欢笑，安尼。带着迄种的笑容出来，不过心内迄个艰苦也无解决。我看到点菜有人的肉体，即阵在承受足济迄种的打击，也是肉体的艰苦，迄种肉体所带予伊的无爽快、无舒适。像今仔透早有一个姊妹来到教会，就马上请爱慕师傅来祈祷，因为伊今仔日伊的肉体真艰苦，啊伊看到牧师就希望我来为伊。来祈祷，这在你生活中间，在你的生命内面，在你的心灵，还是在你的肉体，可能你所承受的失望、挫折、悲伤、艰苦，还是痛苦，任何一件，有可能拢会把你原本的生活的步调，还是你的生活的脚步，拢整个打乱。甚至是让你这个心灵都脆弱的，啊，搁阿你泡搁较脆，可能嘛较曾经，你嘛了解讲，世界末日来当时要到，啊，无歹拄着种个代志，啊，所有的不幸拢集中伫我的身躯顶，有时你可能有一段时间，捌经历过迄种无目标的生活，无魂无体，敢若亲像一个稻草人同款。唔过，有做阵基督徒的经历是安怎？突然间有一天，你拄着主的光入来，迄个主的光光照咱的生命，在你的心内，你可能刚才听见安尼主捌对伊讲一句话：“我的囡仔，我的孩子，你唔通去悲伤啊，因为我的疼，我的恩典是够了你用的。”我的恩典是要在你的软弱顶面得到完全。你愈承认你的艰苦，你愈把你的代志更加侪甲我讲。你无温暖，你把你所拄到的伤心、艰苦，每一
听拢讲我听，我做这个爸爸的，我唔才会当为着你来解决你的问题。这是我所经历的代志。主要跟你讲我的时阵，我会当体会到真像。好了，伊拄着主要讲的迄个时阵，刚接到伊的生命中间，伊突然间醒起来。伊讲阿官来，这就是光。我来这就是主的听。当伊迄个跟你讲我的时阵，我也足清楚听见主的话跟我讲。迄个时阵，我感觉我心内的疼，马上得到医治啊。我的空嘴得到。这个把握起来，就我目屎一直不断，一直流。迄阵我已经无法度来禁止我家己所吼出的声音，我已经无法度来控制我家己身躯边阁有啥物人。我只有安尼一直吼，我一吼，只要你是，你吼是我的大问题，我得到解决。一种的吼，一种的目屎是因为欢喜的目屎。哎，即摆你看到个欢喜个目屎，所以咱知影迄种个、迄种个啊兴奋，迄种个欢喜，会互你得到大大个安慰。我是相信，你着捌经历过即种真实主个疼，捌体会过主个稳定甲伊个安慰，真正是够养伊个。伊个疼就是遐尼真实。伊的安慰，伊的稳定，伊的同在，甲咱人生大大细细的疼，生命中所有的破口，拢甲咱填满。伊所受害的平安喜乐，搁一再临到伫咱。有一首的诗歌，叫做《头一次、头一摆的爱》。这首的诗歌，搁予我回想搁一再，迄阵为着做大发的心。一直我做主回应讲主啊，一直我顺服啊，我顺服啊，我抵挡我厝里内面的人对我的呼召哦，对我的讲哦，对我的这个期待，叫我去读神学院做牧师。一直我拢一直不怪，我不转，我一直拢摆脱。有解的时阵，主会听恁到我的迄个时刻，我就常常甲主回应讲主啊，我伫遮，我互你念。所以我。刚刚来到你迄个时阵，为着做热心的事，拄着做会经历的迄个时阵，我阁一摆倒来伫做的面前，甲主讲主啊，我伫遮，你会跟接着我，我要愿意顺服，比你我任何的好听。亲爱兄弟，我相信你都捌经历过，即种互主的更接着的经历，那也未有。若是你无足明确，感觉有的话，你会当甲主求讨，甲主讲，你想要有这种经历。若这种经历的人，你一定会当体会真深真深，主对伊的疼。若无吼，你可能明日今仔日，咱伫礼拜日大家休困的时阵，你爱再早起床，哦，你爱来再做礼拜，你较无爱伫厝困，你较无爱伫厝看电视。你确实伫遮咧敬拜上帝，也无输感动的，因为你就是要感谢归荣做。所以，若有这种的经历，你就愿意会当将家己哦，这个生命来献予上帝。这个上帝是我的祭哦，因此呢，你现在拜神要来献予上帝的祭物是啥？是迄个已经受胎死的羊羔，哦，也是牛啊，要甲迄种会胎已经胎死的来献予咱的上帝。今仔日这个牺牲生命、会处死的祭物，已经予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身躯为着咱的牺牲，伫十字架顶的受死，伊就为着咱一次的解决。所以对呾以后，咱无搁再需要用咱生命的迄种的死的祭来献予上帝。上帝爱咱的祭是啥物？是献上活祭，予主欢喜；献上活祭，予主欢喜；献上活祭，予主欢喜。来，咱再讲一摆：献上活祭，予主欢喜。上帝爱咱献上的是搁真搁活的祭，所以当咱这时
阵咱亲自献祭的时阵，你就是要回应主的这个命。不过，你教会内面有时在帮兄弟姊妹祈祷的时阵，在分享的过程中间，我有感觉有足多的代志，实在是因为咱离开主有一段时间，无电啊。咱买一个手机啊吧，那手机啊吼，那迄个一段时间无用，吼、哦。就算你无甲开机，你无甲使用啊，一段时间伊个电价无伊，卖渐渐一直无，一直无，一直无，哦。有做者几多多就是安尼，哦。祝福咱个稳定，咱也无要去遐用，哦。甚至连开机也分段，啊，就一直要甲下咧，甲藏咧，一直安尼，一直，一直，一直，到尾也嘛无电，到尾就无电。那无电，莫怪你着做者困难的时阵，你无迄个能力来做抵挡。你无互你常常保持你家己的活命，你的体力伫迄个百分之百满电的状况。莫怪你拄着做者代志的时阵，你着无力，冷静。有做者无错的代志，着失去你的祝福。所以当我伫祈祷的时阵，我会讲你恢复。你着重新甲主迄个地甲全部甲接起来就好啊！你去重新热心，参与教会聚会，重新热心也袂使。安尼你的电力就会充满，通过愈服侍就愈开了，愈服侍就愈能力。阿妹，安尼你就会真实的经历到主你的疼，啊，主对你的疼。所以咱看有一寡基督徒啊，对主的疼渐渐变淡落来。是会感觉真无彩，即个感觉亲像，有做者阿公婆吼，有做者当时咧搭露台的时阵吼，哦，伊着逐工安尼念脾气啊，啊，一工无看到吼，就挡袂牢。啊，当时咧搭露台咧追初初追求的时阵，迄个心是何等的快乐。啊，一工无看到，敢若吼，用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哦，啊，电话若寄起来，当讲几啊点钟，哦，啊，所以咯，迄若电话，咱厝内面囡仔若是订电话电话单吼，若推间来爆作足济吼，有可能伊就是咧当当，哦，有当时啊为着要见着一面，啊，甚至安尼开车开中远个，开中远个，只想要见伊一面嘛，袂感觉忝，啊，做伙要人看一下，啊，就马上就走。有啥物诶？因为对着对方有疼。不过结婚了后咧，伫咱中间有足侪人，逐工我请问一下，逐工甲你诶某，甲恁翁，会当两个人做伙好好啊讲话，有偌侪时间？有偌侪时间咧？到半点钟。别讲半点钟咯，有当时啊连半分钟也无，甚至于吼，我当时甲无事做无用吼，哎，无用的时阵吼，我咧用耐吼，哦，该留言啊，你看得到，啊，伊我留言我看得到。有这个代志，咱渐渐互这个新的科技，哦，来取代失去了人甲人之间迄种啊平常时应该爱有诶种诶温暖，哎，见面到温暖。但是讲电话阁无温暖，爱亲像安尼见面嘞，较有温暖。有当时啊，有人同我讲，牧师见面吼，莫讲讲亲密的话啦，莫冤家就好啊。求主帮助咱，咱一定爱悔改，爱悔改。即、這个你见面着有当时啊，着会感觉讲话安稍稍安细细念，吼、哦，会人嘞，敢是你以前你？足想要听伊讲一句话，哦，你着爱开车开安尼几啊点钟较听会到啦。啊，为虾米你即摆会安尼？就是帮助咱悔改，好不好？互咱恢复起初的听。就是帮助咱嘛悔改，倒来点心，倒来到你主的面前，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倒来到你，甲你谈论爱的事情，恢复起初听你的心，对你的爱。甲热心对你服侍，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刚刚在第二
啊，即、這个第二章甲第四章，甲我用落来过来一解。我知你的行为着我忍耐，嘛知影你袂当用阮做歹个。你嘛甲试验迄个自称做师徒，啊却毋是做师徒，看出伊是假个啦。你嘛当忍耐，嘛为着我个名落苦，着无亚信。总是有一件代志，我要甲伊责备，就是你甲起初个爱心、疼心来牺牲。即句话是对咱来讲一个足大个名称。伊有所个教会是一间非常好个教会，无论是伫信仰、伫灵命追求，还是伫服侍顶面，都会当堪称是当时初代教会中间个模范。教会全体个信徒，因伫信仰顶面一心追求上帝话，因伫生活顶面，因追求圣洁生活。伫服侍顶面，因为着主个名，着活辛苦拍拼，嘛做温困伫团队里面。毋过，遮尔啊优秀个表现，有啥物？恁个主要甲接济嘞，佮甲接济嘞。你看即句话经济吼，你看即句话经济，我说做希望你会当来对号入座。哦，对号入座，讲啊，这就是我。这就是我，是毋是咱对迄个主的心，对迄个原本初基础的疼来失去？咱回想咱家己，看卖咱家己，咱做基督徒做侪年啊，是毋是已经渐渐把这个信仰当成做一种的习惯？咱的台语，咱的台语真趣味吼，你是毋是已经惯习这个习惯？哦，惯习这个习惯，你惯习什么？你习惯什么？习惯礼拜你一定过来，一定爱做礼拜。哦，一定爱做礼拜。既然你来做礼拜惯习，倒变讲你嘛无来做礼拜，你嘛会惯习。你听主的惯习，你无听主你嘛会惯习。你听人的惯习，你无听人你嘛会惯习。有足侪无惯习的代志。拢是因为你足久无做啊，有足侪已经惯习的代志，拢是因为你已经习惯安尼做啊。可能咱有足侪代志是伫你的信用的中间，可能你过去拢足惯习咧做，不过因为你足惯习，无咧开始无咧做啊，了后你嘛变到足惯习。我咧着有真侪人。你教会中间，但是信仰中间无种个 passion， 用叫做热情激情。哦，你足久，你足久已经一段时间，你无通过你经历着迄个主的疼，佮你无对伫即个主互你的稳定，你感觉讲哎，种迄种惯习惯就应该有诶，可能渐渐渐渐，你就感觉已经足惯习主互你的稳定。渐渐，你就袂感觉讲爱感恩啊！回想，遐你即摆回想，你初信的迄个时阵，祝福你一点仔小小的恩惠，你就哈利路亚，我享受。互你拄啊初信的时阵，可能检查你出门的时阵，你甲讲，甲主讲，主啊，我这要去迄个所在，哦，歹找停车位，哦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去啊，会当足紧就找到停车位。你为着这种个小小一寡小确幸，你就做欢喜啊！啊是讲你安尼哦，身份都要艰苦，都要硬起来，所以你甲主讲，主啊，我即阵哦，我即几天做袂用，我绝对袂当哦感冒啦，绝对袂当安尼破病哦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会当随好。你个你啊随意得了哦，哦，你着安尼一讲了，你着就讲哇，刚刚着好起来，无迄个安尼足够艰苦，安尼袂，你着感谢主。拄初信的时阵，你咱为着这个小小的这个啊、哦，你着稳定，你着会感恩安尼，我来感，我来感。不过你渐渐渐渐惯习了后，你会感觉这物件也较有啥，本来着应该爱有诶嘛。但亲像做侪囡仔，做侪囡仔啊，对着爸母的疼，做侪拢是同款，拢已经是惯习，拢已经惯习。我做兵的时阵。我做兵的时阵，因为是伫金门放假吼，咱日啊会当出来到伫外口，野久的外口，啊，佫嘛无当去啊，嘛袂当坐飞机转来，
所以这个时阵就拢伫金门的教会，啊，因教会牧师反对抬我，啊，亲像家己的囝咧，吼，家己的朋友啦，吼，伊的年岁其实嘛真少咧，吼，啊，佮迄个时阵吼，礼拜三了后就熬落来，吼，啊，牧师娘啦，煮几样菜，互我伫遐食，足简单啦，因为牧师礼拜三可能就炒几样菜，安尼足简单的家常便菜。过迄阵咧食饭的时阵咧，流目屎咧，真正流目屎咧。迄阵互我回想着，啊，这个菜敢毋是我阿母？我若伫厝的时阵，食食咧煮我食的，迄阵我拢袂流目屎。毋过外口的人对我小可咧煮一顿，也是咧煮一个简单物件，我会流目屎。迄阵我回想讲，啊，我较拢无甲我阿母感谢。有真多代志的时阵，咱拢已经惯习，感觉这拢是平常的，咱袂感恩。不过，是主的通过这款代志来提醒，你也感恩。等咱若失去对主一种较无的爱的时阵，咱的心就渐渐冷淡，渐渐冷淡。你的心一冷淡落，你就无甲主的话当作要紧，你就无爱读圣经，甚至你无爱甲主讲话，你就无爱祈祷。你也无想要甲人有交叉啊！你也无想要参加聚会啊！嘛无想要参加礼拜啊！啊，礼拜完了后，你着赶紧走，无爱甲人有甚物任何的讲话活动，甚至你嘛无爱参与任何事啊！更加，你无想要传福音、传人归主。等咱失去起初的爱的时阵，虽然你会感觉大家拢是做无用，敢若看起来。有做着代志通做，嘛可能检查看起来，你伫教会嘛有做着服侍，毋过你也做无用。了后，你嘛看到其他的人未达到亲像你这样无用的时阵，你的心内会细细念，甚至会怨叹。这拢是人开始失去起初的爱，的一种的征兆。等来细，等来细。你的服侍变成做一种的压力，一种的担担，变成做无意义的一种的责任。哇，靠這慘！这惨！我师父讲讲的，我开拢对，哦，是不是咱的教会，咱这服侍担担，恁失的时阵，恁所经历的是安尼？好，安尼应该变怎？变安怎才会当恢复？变安怎才会当转来到底起初？听主的心，诶，迄个时阵啊，下面有三点，咱大家做来试。第一项，咱来回想好无？回想当时你爱主，你的初心是啥？第五章，咱做来读一解，来请。所以要当回想，你是对哪位为乐，而且爱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代志。即句话甲咱讲，咱爱回想。要回想，回来到你起初，你听主的心的这个时阵，你以前你安那去学世界的听来蒙蔽，你安那享受伫上帝稳定的中间，起初的听。不过现今的你是安怎？这个敢若亲像一个放荡的囝儿，伊过去，伊可能。享受着伫上帝的家哦，还是伊个家庭内面，伊个父母对伊足济个照顾，甲伊准备足济足好势、足舒适个生活。毋过伊就是无感觉即个代志当作人生要紧。伊以前爱亲像浪子个迄个故事共款，伊着爱出去外口，啊，去叫安尼挥挥，去叫安尼讨势，即个物件要讲讲开胃空空了后。怎听才要回来？伊的爸为着伊准备的家，不过有足侪囡仔就是像安尼，还袂真正经历到这个足痛的时阵，是无愿意回头。我讲一解，有足侪离家出走的囝儿，是还袂经历到迄种足痛的时阵，是伊无愿意回头。安尼即阵。做老爸老母的做艰苦，做伤心。起来，这个囡仔也袂甘心回来。我拄过一个老母，
伊甲我讲，讲伊即摆伊个祈祷就是，互伊个囡仔拄着艰苦，拄着挫折，安尼伊才会甘愿倒来到伊伊个家。我捌看过有一个新闻，这是发生伫咧中国个新闻。这新闻是安尼，讲有一个老母听到消息，是听到消息咯，讲伊个因为伊住伫庄脚啦吼，伊个囝甲媳妇吼，住伫咧大都市啦。啊，刚开始伊听到消息咯，听到咧厝边咧讲吼，讲伊个媳妇有心。啊，所以伊足欢喜个啦，啊，所以就对故乡吼，安尼念只鸡啊吼，啊要入迄个城，啊要去看伊即个有新个新妇，要甲伊报一下，要甲伊报一下。啊，毋过当伊要入门个时阵，伊个囝儿新妇看到，安尼惊着，惊着讲，你开突然间来，啊无通知，突然间来也无通知，我是要安怎？在准备，甚至这个囝佫甲伊讲，讲阿母啊，我甲你讲吼，为着胎教啦吼，你较莫互恁媳妇吼看到你的面，你生到这老到这歹，好啦，你的心意我收下就好啊，我车钱我甲你找你紧转，就安尼马上来看，这老母非常的伤心艰苦，只好一边哭。一边搁带着，才会退回来的物件，伊嘛无爱互伊啊，就转了。当然，伫这个新闻内面，这个囡仔的作为，咱会感觉伤过离谱。这个新闻应该袂发生伫咱台湾，较对。不过可能相关的新闻，可能甲这个故事做类似的，可能刚才你伫逐工伫报纸啊，是新闻的内面，节目内面，你可能拢会看。我确实，伫即几年我观察到台湾的社会有一个现象，就是真侪人对伫迄个尊师重道，对伫即个友好，对伫即个家庭的伦理道德，愈来愈冷淡落，愈来愈冷淡。无采咱伫教会内面，咱一直咧强调婚姻家庭的价值，婚姻家庭的价值。在教会内面，阁有人会反对牧师的讲者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有人跟我提出讲牧师卖讲者，讲什么时代跟讲者太流行了。尊师重道，咱九月二十八号是什么节？教师节。你敢有回想过去你的老师安尼甲你教，安尼甲你教？啊！你咱伫学校内面教礼义廉耻，毋过伫一个政府执政了后，伊就把这礼义廉耻给退落来，退落来了。伫顶礼拜，高雄市的家长会，家长会，因做一件我最感心的代志，就是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四十几间，敢若四十六间的学校。重新把礼义廉耻四个字的看板搁甲挂起，搁挂起。咱会感觉奇怪，讲这四个字毋是我较早咧读书的时阵，拢有挂伫顶面咧，啊，较会当时甲退落来，啊，较会即摆爱搁挂起。我是无注意看啦，我是无注意看，在咱台中市学校有无？可能叫做老师咧，咱来看学校有一条这四个字，搁高市至少一班全部拢无伊过，啊，毋过因伫。今礼拜因爸甲这家长会搁甲挂起，这个都是咱一定爱基本爱重视的，足重要的道德。不过即摆渐渐失去，渐渐失去。但是话，咱上了咱足侪稳定足侪祝福，咱赚足侪钱，咱食足青草的食物，咱住足好的厝，你搁有闲钱当出国旅游。你个当作欢喜享受上着你个祝福的时阵，这是毋是甲伊身边个人同款？人在福中不知福，袂去追，只个拢是上着你个稳定。感觉人甲起初会疼，甲气散伊也袂去追啦。咱只想要上着祝福，
迄是无爱甲主同在，甲上帝同在。主讲，你着爱悔改，你着爱悔改，着爱回想，你伫啥物时阵活动？你着爱悔改，重新倒来到你主的面前。爱是啥物？爱大概当分做三种的层次。第一种是肉体的爱，第二种是理性的爱，第三种是真正进入到你心内一种的心性、内心的深深的所在，那主拄到迄个阿加贝的爱。咱甲咱满足第一层、第二层嘛，安尼你的爱真正无法满足。你爱到第三层，第三层是上深的，第三层是伫你的心内。第三站是只有迄个所在有主的同在，你才会感受到什么叫做真实的爱。兄弟姐妹，伫我准备这篇讲到篇的时阵，我一直咧回想我拄只所讲的迄个心。我搁一再回想伫这个新闻内面，迄、那个互囝拒绝的迄个老母。你看的伤心，你看的艰苦，一直伫我的头壳内面回想。伫这新闻内面，迄、那个老母安尼讲：，我的囡仔大学毕业了后，就留伫城市，找到足好的头路，就从此以后无搁再找伊联络。连我这个老母去找伊，嘛无爱跟我见。你会当来想象这种的亲情的冷淡？为什么会安尼？不过，这个老母如果我相信，但是伊的囡仔悔改，但是伊的囡仔重新转来找老母，这个老母也是一定愿意去接纳伊的囡仔。这咱上帝对咱的疼，上帝对咱的疼。上帝对咱的疼，超过情感，超过理性，超过这物质，超过这款式，将伊的疼丰丰富富灌满伫咱的内。这疼袂因为你暂时的失落，这伊暂时的背逆，伊就甲你拒绝。这疼是超过人所会当接度的疼，伊是要丰丰富富的满足所有伊的囝子，超过伊的所求所想。只要你愿意，就是要倒来到你上帝的家，就亲像龙珠回头迄个故事同款。迄、那个老爸对你的疼，伊就讲：囝倒来就好啊，囝倒来就好啊。伊袂甲你计较讲，你以前较会安尼吼，你即摆爱甲我回七个，爱磕鼻啊，甲我哦磕头拜三个，你才会当真好。伊嘛袂甲你讲，你过去去对，你做啥物歹代志，啊我甲你收煞，安那呢？伊只代志袂过关，伊只要你回来就好，就马上定定哦。然后家洗身躯、穿衫，家备办上好的。阿妹，主对咱的疼就是安尼，咱的天父对咱的疼就是安尼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家身边的人家讲，回来就好。把咱的起初的爱恢复回来就好。不只咱回来就好。咱阁爱做一个会发光、会发吼、会发亮的一个灯台。亲爱兄弟，咱做一个灯台，咱做一个，我们做一个灯台。第五章，咱拄读一个圣经，安尼讲，回想你对倒位对了爱悔改，这代志你无悔改，就要把你的灯台去原本的所在给刷去。什么是灯台？伫启示录内面，灯台就是代表教会。灯台的功能就是发光，光的作用是啥？就是伫黑暗的所在发挥伊的功能，带这迷路的人会当回来。所以启示录，而且所讲的教会，就是会当发光的所在。我期待，也真意盼望，这也是咱教会将来的理想。咱民族教会会当讲是伫台南市上好的地点，阿妹吗？将来咧建立起来，这个所在是一个上水的灯台，阿弥陀佛。搁伫这个灯台中间，咱每一个人伫这个大灯台中间的小小的灯台，咱也一定爱
才来为着咱家己会当伫各所在来发光来祈祷。因为中台若无发光着呐，着失去光明。一个无光明、无光效的中台，老的嘛是空占土地、空占所在，就该脱干。哦，第五章讲，着该刷走，着该刷走。求主帮助咱，毋通做迄个未发光的中台。咱行到倒位，着爱有光。阿妹，咱行到倒位愈黑暗，咱着爱愈发光。阿妹，去中台爱安怎爱当发光呢？咱就是爱来放伫适当的所在，正确的位置呢。而且吼，中台吼，你若无捌用过迄油灯的人，你着爱知影，爱常常修正迄个内面迄个灯芯吼，爱常常修正，若是咧需要超火大，爱甲伊加一下。所以，迄灯芯会愈烧愈短，越烧愈短。更加重要的是安怎？爱有油啦，无油害光。你爱时常补充你的灯油。嘿，怎个？如果你要同性命，就像一个灯台同款。啊，连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内面的灯油，阿咩？你着爱求主耶稣给添满，咱买愈侪灯，遐主的爱。主讲讲。你若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？咱这个灯台若无主的爱充满伫其中，迄、那个油温哥、油哥伫内面，互你会当发光。你搁做搁较侪的努力，你这个灯芯搁安怎长？你即卡哦，你即个你即台灯台若愈较水，有迄外面的砖头刻花搁较高贵，但内面无油，同款无效啦。同款一个基督徒，若无耶稣的爱伫内底，迄个生命就是空的。无油的灯台绝对是袂倒的。即款的比如做咱现代基督徒，一个拒绝耶稣的爱的基督徒，伊是空心的，伊是无法度家己爱家己的，嘛无法度去爱别人的，嘛无法度伫生活顶面有好的见证为主来发光。即款的基督徒咧。只是一个虚有其表，只是外表讲我已经得救啊，外表讲我当时洗礼啊。不过咱会感觉讲耶稣名所在却毋是安尼，因为伫黑暗的所在，伊甲大家，伊甲出一个人同款，无法度发光。安尼是做无彩、做冤枉的代志。所以咱爱回想起初的，回想起初的。来，咱做来讲，爱找到起初的爱，来填满咱家己。咱即位，所以要安怎找到起初的爱？下面有三点秘诀，三点的秘诀。第一项爱回想，咱做来讲回想，回想家己，你是对倒位对了的？你是捌伫倒位受伤的？为人伫遐所在对了，是伫遐所在受伤了后，伊着无爱去甲 touch， 无爱去甲接触啊，啊着无爱去回想过去。哦，啊不过前几下怎么听过有一种叫做鸵鸟心态有无？哦，鸵鸟拄着危险的时阵，安怎？伊着找一个脚踏家己吼的头安尼甲抬起，哦，甲家己的身躯甲脚掌拢伫外口，哦。啊，只是无看到危险尔，不过伊到处在危险的中间，有啊，迄个是无爱面对代志，无想要有勇气解决代志。所以啦，你是倒位绊倒的，你爱伫倒位爬起来；你是倒位受伤的，你就爱伫倒位搞好；你是倒位发出着挫折，爱倒位勇敢，好不好？所以回想起初的爱，你以前你做着心疼主啊，你以前你做着心要为着做。你以前你的聚会无咧欠息的，你以前你锦绣聚会，你每一礼拜来遮，就拢会当做最好的工。为什么即摆咧？啊，要来咱唔来？要来咱唔来？要做的工要做咱唔做？做着代志拢啊凊彩啦，有好啊好，无啊好。回想。咱对主的爱是毋是建立伫感情的触碰？是毋是建立伫物质顶面的关系触碰？迄个叫对价关系。哦，我有求，
啊，你就有給我保庇，啊，你若無給我保庇，我就不愛甲你救。是毋是咱愈來愈用理性的聽愛主？是毋是你對主的信心建立在理性的底線上面？你是上重要、上重要的是，你是毋是愛家己較贏過你愛上帝？你是毋是愛家己較贏過愛上帝？譬如講，今仔日今仔是教會內面最重要的一個聚會啊，是講會堂會啊。哦，我應該愛來愛來參加，我知影我愛來參加。阿哥，哇，今日咧招食饭，哦，就做歹做选择，做歹做选择。有做代志，你是毋是爱家己较赢过爱上帝？是毋是你家己的欢喜较赢过要追求主的欢喜？是毋是你爱家己的面子较赢过你愿上帝的面子，愿上帝的恩典会当？在这里来做好的见证，你是不是有真心去扭曲你可以影响的人，去扭曲你的灵魂，还是不是你有受鼓励去参与各项的服侍？你是不是有去为着主的名甘心乐意去受苦，甚至愿意去为着主来牺牲？啊，回想，好不好？回想。第二项，回想了后，那有无够意啊？爱悔改，爱悔改，这个做回转，这个是回转。使徒第三章十九章到二十章安尼讲，所以你着悔改，而且爱回转，互你来做，你着撤销，安尼，迄、那个思想的时期就要对主的面前来到，主也要请客，大声甲恁念着有味的基督就是耶稣。而且甲恁讲，迄、那个属世的时刻就要来到。说爱回转回来，咱做一个回转。啊，迄、那个回转，迄、那个回转，我甲你讲，回转吼，当上济多吼，一百八十度就好了。哦，当三百六十度吼，安尼佫转来到一万几啊，然后恁就回转。哦，就是你最歹的爱变成最好的。你以前是做歹，中间即摆爱做好，回转就是悔改，为着家己的罪恶、忧伤、痛悔甲自责。咱要爱伫上帝面前，重新回转向上帝的面，承认家己的罪恶，搁祈求伊的赦免，求伊的原谅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大家会当面对咱上帝。这是一件搁重要的功课。现今有咧灵修无？有大家读上帝话无？这是一项咱来面对主的代志，最要紧的代志。真侪人讲我足够无读圣经啊，较拜托，回转来面对上帝，逐天调起主的面，逐天向咱的上帝报告你一天所做，逐天倒来到伫主的面前面对伊，毋通说伊，毋通歹势，毋通惊见笑，甚至嘛毋通亲像一个做毋着代志，毋敢去老爸下面的囝，安尼回避上帝的面。回避要见上帝的面，上帝已经明明白白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你还不敢见伊，好不好？咱主动回转来调起咱的上帝，好不好？第二回转，第三回应，咱做一个回应。回应就是上帝面前立志，安尼讲，我逐天要回应，我逐天持续不断读经，知影你的话。持守你的话，坚定徛伫你的话。大家我都爱回应，记得甲你讲话，讲互你听，啊，你嘛会甲我讲话，讲互我听。回应就是下定决心，我们倒来到伫信主迄个时阵热心，听主的时的初衷、初心，迄个时阵我所做的代志，即摆我会甲我去做。下一位，回想起初的爱。悔改你之前你做无够的，无够耶稣，佮回应这是你所认真在做的代志。所以甲主讲，我要随时随地，我是有边的人做见证，我要用做见证来回应你对我的恩典。阿门。所以你的见证爱准备好，你的见证随时爱准备好。有来上过文文多班，我拢会甲恁要求讲，为你的生命随时要有见证。
哦，爱随时身躯拢爱有准备，无共款类型，无共款类型的，亲像迄落啦，哦，悔改信仰所谓啦，哦，破病得着好个啦，哦，啊，祈祷得着祝福个啦，哦，啊，佫有迄落帮大祷来得着稳定个啦，吼，哦，都侪有一项，无共款类型个见证，你拢爱准备，至少爱一项。哎，当你要做见证的时阵，还是当你咧甲你的同事咧讲话时阵，你会当插话，你就会当随时为主见做见证啊。找到恢复起初的，哎，姊妹，我渐渐愈来愈感受到，这是一个活世的世代，这是一个活世的世代。活世的现象是啥？活世的现象就是人的心被占领，迄、那个痛心愈来愈严重。所以，恳求主今日让着着开咱，帮咱，咱这属于伊的人，面对对外口社会来的这个压力、甲压力，或者对迄个世俗、甲罪恶所来的诱惑、甲试探，帮咱咱较赢来得胜，好不好？求主帮咱咱时常反省咱家己，伫做面前常常认罪悔改，甲主告主啊，我要倒来到伫起初对你的疼。我们回来到你起初，你小事给我跟你经验到一种的心。我说相信在座每一个兄弟，你的心都还有一种起初的疼，对不对？帮助，求主帮助咱回来到你起初，听你一种真实的爱。我所以这时，咱要来唱一首的诗歌，咱要来唱一首的诗歌，这首的诗歌来回应咱对主的疼。当唱这首的诗歌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也当用一种。甲主搁重新谈恋爱，哦，迄种个心来唱，你个心会感觉真温暖，哦，等来到底听主的初心，来唱这首歌，来唱起，头一摆的爱。充满足侪的悲惨，充满足侪的攻击，充满足侪对我的压迫，我拢同款保持欢喜，
徛伫你的真理的顶面，享受你所享受的每一天，拢是平安的日。我得到得到伫初初，甲你拄着的时，甲你谈恋爱的滋味，同心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